团成这样薄薄的，这就是上面的脆皮。爆浆，太棒了。都是有 Burberry 的格物林格物，这整个是雾的，非常的有质感，上面也都是有格子，就是那种林格的，干燥玫瑰。擀成这样薄薄的，这就是上面的脆皮饼干，然后送进冷冻库。先等奶油先融化，
完全沸腾的用意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让那个面粉的精华那个死掉。要让面粉断筋，很好。完全煮滚之后，才能够加入面粉。好，再帮你加一些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快速搅拌，快速，这样快速。好，来，给你。放在上层的有受热到就很成功，你看这是泡芙。但是呢，我们放在下面的呢就没有蓬起来，因为这个放在第二层，所以呢，我们家的气炸烤箱其实只能烤一层，那下面那一层就会没有办法受热。你看，这就是没有受热成功，没有受热成功的就蓬起来。那其实原料配方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主要是烤箱的问题。这个都是有放酥皮的，然后这个是单纯原味的小泡芙。点点喽，还吃，好脆，爆浆，太棒了，超好吃这个，你说这个皮是什么？整个就是爆浆吗？它是意美泡芙的口感，它很大颗。一美的大爆发，嗯，耶，收工，收工，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看电影去。